老爷，宾客都到了。今天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宅邸，参加我的七十大寿生日派对。吴董事长，生日快乐！吴董，今天能被你邀请，我倍感荣幸啊！看不出来您已经七十岁了呢，吴董。哈哈，今天大家就把这里当自己家。那我有点想打掉这边墙壁，这样子客厅就可以变大一点。那茶几下这个纯金雕像我就带走喽。那我现在去户政事务所签户籍进来哦。不要真的当自己家。老爷，今天的最后一位宾客季家到了。啊，你来了，季家。吴董事长，他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季家，也有人叫我名侦探 AI 季家电竞笔电。侦探，你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名侦探 AI。竟然连名侦探 AI 也来了，久闻大名了。名侦探 AI 就是你吧？太阳眼镜戴头上那一个，你就是杀害董事长的凶手。我吗？太厉害！我还没死就已经找出凶手了。我可是搭载最新第十四代 Intel Core XX 处理器 ，NVIDIA GeForce RTX 4070独立显示晶片，最高显示卡电源140瓦功耗，这可是现今顶尖的运算和图形处理核心呢。所以我已经破解你的手法了。你打算用钢琴线做出密室，对吧？我本身是一个钢琴家，身上随时带的钢琴线很合理吧？我本身是一个钢琴家，今天打算要 cosplay 犯人来演奏，很合理吧？还在狡辩！我可是有导入 DDS 动态独显直连技术，可以依照使用状况智慧切换显示卡输出模式。看你不承认，我就用显示卡的八成推理功力吧。你的动机是觉得吴董事长家里客厅太小，在做开合跳的时候很容易撞到墙壁，所以想要打到墙壁却被吐槽，于是开始策划这一切。你左手上的伤就是这样来的吧？嘉豪，你真的是凶手吗？对啊，老爷真的是你杀的吗？哈哈哈哈。名侦探 AI， 虽然你有专利超载四边载边框 91% 屏占比，鹰神信仰 Aorus 投射灯，鹰头专利虹膜幻彩设计，还有星夜会激光会两种颜色，但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。你当推理是在写小说啊？都给你讲啊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还敢在那边放屁？看来你是忘了我有 WinForce Infinity 散热系统，你再怎么用激将法，我也能保持稳定性能。有证据吗？证据就是你的右手。我的右手怎么了吗？你的右手正在用刀刺杀董事长啊！厉害，这样子都被你发现，没有错，凶手就是我。怪只怪吴董事长把这个客厅撞坏了这么小心，我在这边开了跳还撞到受伤。然后他明明说把这里当自己家，却不让我把墙壁敲掉，一时冲动就下手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你就去监狱里面好好反省吧。名侦探 AI， 我刚才已经报警了，警方已经在路上，你帮我叫救护车吧。要进监狱还早。这个是钢琴线立体机动装置，想要逃跑呢？各位不用担心，我有 AI Boost 智能调教，可以让我效能全开，而且我还有支援新一代的 WiFi 7，速度提升 4.8 倍。还想逃？乖乖扶猪吧！名侦探 AI， 这功能不是这样展演的吧？看我的16:10 WQS GA 165赫兹电竞显示器，这是电脑游戏。我突然想到，小时候只要练完琴，我就可以玩电动。我可是使用杜比世界以及杜比全景声，让你身临其境，在你的回忆，当时的生活。好单纯，好快乐，想回忆多久就回忆多久。我可是有99瓦时超大容量电池，30分钟内可以充电至50%。另外，我也有 AI Power Gear 自动电控，以使用状况减少不必要的资源运行，进而达到省电。而且这个显示器通过德国 TUV 莱茵低蓝光加 Flicker Free 护眼认证，在我回忆的同时，还一边保护我的眼睛，好贴心。嘉豪，不要忘记你的梦想啊！我的梦想，你不是因为喜欢周杰伦，想要加入周杰伦少数民族才去学钢琴的吗？没错，我后来把钢琴的琴艺练到登峰造极，但我怎么样就是留不住络腮胡，因此没有办法加入周杰伦少数民族，我才会养成如此偏激的人格。不是啊，你可以用麦克笔画络腮胡啊。对吼。Gigabyte 技嘉，技嘉 AI 电竞笔电由 AI Generator 生成工具集帮嘉豪弄出了络腮胡，但还是很不像周杰伦。不是，是谁啊？